什么啦？你拜托个咧！哎，阿妈啦！什么安怎？你是要放阮咧运动呢啊？恁咧运动，你啊空空，恁姐也袂上班啊，虾米？不，恁小妹啦，讲哪里恁姐啊？你安尼暗时去困到虾米人，你都唔知啊！我真正是好惨咯，你啊！我娶着恁小妹，我足可怜的。我感觉你娶到伊了，你规个走精去呢。嘿啊，伊。嘿啊！你小妹，规个拢变形呢。所以咱查甫人袂使无头路啊。 正经有影，有头路红丝，等下个人话，娶什么阮小妹，你应该娶我，娶我来走好动拼第一。嘿，娶你，我可能做大就去看医生啊。你别啦，你别看医生啦，遐个亲情是抓啦，当前能抓，今世别去拖嘿。啊，你这，你来，你来，去娶这边来创会啦。啊，这干嘛？你跟我跳舞跳运动会，这啥乱哟啦？跳运动会，你即摆来个有恁小妹看到，哦啊，拜托的啦。你搁假的吼？ 哎呀，是不啦？好啦，好啦，不带钱，你赶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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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明啊，你好，来，即间陈经理出来底？陈经理是伫举行李嘿？唔是啦，歹势，我讲无清楚哟。陈经理啊，经理啦，经理哦，陈经理，陈经理，哇，安尼行唔对诶，阮家有主任无经理，对，我家无经理，嘿，安尼就无唔对啊，你唔知哦，陈主任哦，为昨昏开始已经升做陈经理啊呢，我同你讲哦，做这多，啊，佫拢无通教我讲啊，我也特做，我专工来这里上班嘞。哦，你的特助哦，我也特助，你要来接哦，我来这里上班哈。哎，那个叫陈经理，哎，是啊，你好。哎，奇怪，啊，我都话你讲，我先经理，你知我先经理。嘿，啊，都特助甲我讲诶。特助，那我叫特助。我啦，你是特助。嘿，当时你特别拜我来做你的特助，啊，今仔日来这里上班。啊对。哦。经理才会配合。哇，哦，是安尼哦，派头真大呢吼。怎么做一下摆起？恭喜你先经理。啊，无多啦，阮人都无才调去用石头路啊，查某人都爱较强就是啦。我知啦。早顿煮好未啦？煮好。特助，麻烦你稍等一下哈。煮好。我早顿小食一下。对，咱家做点，我到店来吃啦。无啦，用你用吼。啊，无你坐，叫开来做事。我讲阮太太无食吼，要去上班无体力。啊，对。那太太咖啡。爱咖啡哦，你也要泡咖啡哦。会啊。哎呦，啊就拉啊掺落尔。不是，咱咖啡拢有芳味，你来一点仔味都无。啊，你手奈个小块搓出来。我惊哦，你怕啦，哦你生气啊。阿罗弟。我也感觉。嘿嘿。先生，先生，这是什么咖啡啦？那是咸的啦。啊，就南盐都咸的。哈？你咖啡搞啊南盐？啊，你不是交代我做何无同款？啊，无同款，你都食这个咖啡拢食甜的。哎。啊，食苦的，哎，啊，我南盐都不同啊。哎呦，你嘛拜托的，哎，国语有叫咸咖啡。我来咸咖啡，然后我即马有啥物咸蛋糕嘛，无了咸咖啡。哎，姐啊，你嘛小拜托的，你来阮家算我咧笑大呢。啊，你已经住遐尼久啊，你当代志拢无出着啦，连这咖啡泡作咸的你也唔知影。拜托的，哎呦，等你做到这个低头低脑，吼，迄牛看那北京也是牛啦，要甲加价的吼，多天地顶倒饼，可能伊我天落一边啊。你看。连阮姐也都安尼讲你啦，不要，我拜托我你们啦，食一罐面，食小胖。哎，特助要坐不要紧啊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小胖，等你吃饱哈，吃饱之后开来做代志。腰受骨咯，你今晚这是啥？诶，小胖啊，这叫小胖，诶，小胖，这叫乌灰炭头啦。他以前咪灰炭头，你先让小胖白，你来变哦。我阿姨就讲，就按个气味一改跳嘅，啊，拢无跳。拢都无跳，落去就入去，就无跳啊！啊，无跳，点啊要怎么起？哎呦，安那很顶！我一定个菜点嘞，个我无。啊无跳啊，到尾啊，都要用刀的才会起，咱这代唔知安怎。我来跟你讲，要请一个人入来做，你得讲免，讲你家己要做哈，你无头路要跟你做，啊做个这行的哦哈。姐呀，你嘛拜托的。
哈，你来阮家住遮久啊，你嘛出一日来，你我讲几摆，拜托你查某人应该通做这款代志吧？你好好教教我无时间跳出咱的家，来上班。拜托诶，好好啊住。好，今仔夜晚，因为我昨只高升做总兵，好做经理，所以夜晚我会请一寡同事倒来食饭。做总兵哦、喔，你是做寡爷做古的话，做总兵。不是，寡爷做经理，做总兵哦。还叫做阿文呐、啊，高升做总兵，安尼叫做阿文，安尼知无？我会请人客来厝的安尼。爱好阿叔，姐、哦、呀、啊，拜托个啦，你莫规身躯穿甲遮尼水啦，胸坎到个安尼，还佫对帅哥一边一直挖去。哎呦，啊，我著甲你按内人客就好，帅哥。哎呦，啊，你这条哪会歪歪啦？你后转来来，我绝对甲你敲倒摆，再来去兜风。哦，还要先好好穿一下。还较接来哦。啊，好啦，我大家来接总接经理啦。你莫用惊死好无啦？没啦，我甲你按内人客。对啊，这见面就要徛啊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公司还佫出侪代志，拜托个，好不好？厝会交予恁啊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好不好？别生气啦，生气的啦。我哪去啊？别话，别话，好。行行行行，哦，再见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感冒头痛袂过来。哎，好嘞，你看。哦，那有人先生真缘投啦。那个安尼住安尼啊，安尼无一人害。安尼。啊！谁叫你？谁叫你目睭青眉啦？当时我甲你讲，你爱去看眼科。啊，就不要上去上到阮阿姐。你当时若撮到我，即马坐咧车倒咧房，敢若袂输中风呢？我袂听。无啦，我意思讲好命。你坐，我甲你按来，风台便便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甲我吵就好啦。怎么样？你紧的啦，厝边有亲戚，无点样哦。阮小妹等下搁上去哦，我是唔知哦。我。到位啦！啊，你提起你嘛拉咧拉咧，哎呦，我这目睭啦，哎呦，哦，今日拉好，惊人走入去。嘿啦，我讲不要紧不要紧，我来讲，我来本节就出来。啊，你紧的是咧冲啥？紧的，我这姿势骨就酸咧，紧啊！在冲啥？不啦，妹妹，就问你两个在冲啥？无，你莫误会哦。对啊，也唔是啊，喂太，是不是？喂，陈经理，不要误会。莫误会啦。我告诉你哈，他坐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他坐在这里，你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就起名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拿鸡毛掸子。啊，你莫讲我讲啦，就是因为你跟我讲，叫伊都爱煮个饼饼嘛。对。爱提自己，爱就是像安尼嘛，像安尼多安尼搞我冷嘞冷嘞。我就惊人走，你目睭伊就要搞我笨啊不。你安怎了？我目睭疼。目睭疼？哈！啊，紧嘞，紧过来！拄好我袂使甲我分，我照你姿势甲你分分嘞，你就出来啊！我家己小贵一下。啊，安尼哦，那就好用啦。免分啦，免分啦。啊，这个代志经过就是安尼啦，我两个无啥物有病来，你莫误会啦。对啦，就啊，迄个就。卖个他妈烂啊啦！系啦，就迄个拉着伊。系啦。系啦，经理，你可能误会啦。鸡毛掸子当的东西跑进去，我把它吹出来。系啦。我要吹的时候，你刚好回来。就进来啦。哦，系啊，你过量啊。嘿，而且。特助讲我误会你，其实咱三个人心肝内明白啦，拢清清楚楚的啦。你也真久吼，无去食头路啊啦。啊，甲阮姐啊吼，逐工伫个厝的，吼。啊，以前阮姐咧三年，我也是唔知影啦。我心肝内已经咧解救啊，你唔通阁有我装着。即摆准讲是误会，吼，我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后摆伸手莫我抓着。嘿嘿，气干嘞吼，个喙齿拢拍死干。你嘛是，拄只我走的时阵，你竟然讲我是恁姐啊！你这个扣分了呢？确实会混乱，你哪呢啦？无要紧啦，有时你做大，有时我做大。什么？是不是？这是爱怪怪导演，伊唔知恁两个年会瞧唔到的。没啦。猜到，新闻奖提出来看，伊比我较侪岁。今晚你过来出嘴。没啦，你若无问我等下要创啥？啊对，你等下。你奶奶就出去啊！你奶奶佫等来。哎呀，
唔要请人客啦，我想讲你已经无头路遮尔久啊，银行铺啊，你内底嘛拢无钱啊。好，对对对。好，对对。好啦，今日要提菜钱转来互恁啦。还安尼特助安尼个，再我出去搁转来。买个2000，按人客足济，买来吃面。一道鱼。好好好。安尼唔知怎讲咱海派。好 ，OK。后摆安尼人缘做好，我随做行政经理。哎，我出去遐久，倒我顶下袂变。我等下我随变，我随变。今日他车他车变过来，我开去去上班变过来。再见，慢慢好啥啦？5000块，你分我1000块啦。建成有份，无这样画大财啦。拜托诶，安啊！你一1000块怎么买落去吃一面？哎，我插你咧！我来领导，我也无薪水啊！我分1000块，你是安那？慢慢安尼啦，拜托啦，无啦。买啦！我啥？你还想讲？我买啦！你买，你买啦！你买！你个公婆，我就知影，我就听讲叫套住车个活倒转来，哈，拄只讲咧飞迄机，飞咧，即马先刷身躯拍起你。我今日机会吼，我真查万唔知对一工要死，怎无？心脏的麻痹，你那咧，你那只搞啦，我那特别咧紧张刺激，你拢弄你白，你唔知啊？迄摊面料偌好个呢？哎，面食。我呢吼，为着这个家，一直出去拼哈，拼后恁伫个厝个咧享受，享受到恁也袂用关门闯哦，入去房间，直接在碰伊，恁着要创啥？妈，天！没有钱，田经理，你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误会了，没有你拿2000块给我啊，要买菜啊。你来咧惊时，侬讲国语呢，足奇怪呢。哎呀，他呢？啊，他拿1000块去。他说见者有份，就给我拿走1000块。我说1000块买起来就不好吃啊！你别骗啊！我为着这机会啊吼，一直出去外口咧努力打拼，好不容易对主任升个经理哈。啊，你这个姐啊，外口拢唔讨唔谈，都爱阮家阮兜哈，吹阮兜的冷气啊，食阮兜的菜啊，用阮兜的水啊，今嘛过来拍阮翁。我跟你讲，诸葛亮啊，钱无两银办袂单呐。今天你决定，我跟你离婚。什么呀，陈经理啊，你离婚我要去哪里？我很可怜。陈经理啊，你今天跟他离婚了？对啊，你不干嘛就超过吗？哎，我事业上的女强人呢哈，我也要顾家庭，也要顾事业，我多辛苦你甘知？两个看得头来暗去，大家拢有看到。我知啦，我就是体谅你哦，你家庭要照顾，真正足辛苦的。要唔你若真正要跟他离婚吼，我可能。会甲你石头咯。其实家和万事兴嘛，家庭上较重要。我看规矩你头都死掉了。什么特助？但你是对啊，唔对？你是哪无代无志要甲石头咯？对啊，你是特助呢。你特助，你考完成绩你石头咯？你凭什么？你只当叫讲我是特助哟。啊，无你什么特助？啊，当时你就是阮爸爸啦。其实咯，我这礼拜开始哦，我已经升做总经理啊。我只是讲哦，先来做特助，观察哦每一个主任、每一个经理哦，啊，平常时甲家庭关系安怎？因为爱家庭好吼，家庭拜访呢吼，嘿，啊，公司的代志才会当做呢，所以，嘿，家庭一定爱好，才发到伫公司升职。哎，你讲我出正经的呢？哎呀，啊，是真的假？真是啦，我真正是总经理啊。是因老爸哦。嘿，你要搞死他咯？总经理啊，可怜我太太啊。啊，她是你太太啊？对呀。我一直就是讲你是因老爸呢。我个误会啊！吼，哦，李太太，你这样我怎样演下去？讲话太离谱了吧？太离谱！我来，你为什么要讲国语？你为什么又开始讲国语？对啊，为什么说我像他的老爸？你看这是幼幼纯纯呐，最容易去我阿兰啊糟蹋了，怎么粗白白个聊屁屁？对啊。好了，朱先生，拍谁？我又误会了。我这朱先生，你是他先生啊？对啦，我讲啦，我是无头路，只嘛听伊的，他叫我无头路。对啦，迄查甫人吼，若无头路伫厝吼，较紧操劳这有影。你讲是国家补一千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啊？卖搞阮，搞阮太太。啊，就咧纠情啊！你只嘛替伊纠情就对啦。对啦。啊，只嘛变烂。好啦，陈经理，我看恁先生哦，嘛真正对你足好个啦，啊，对这个家庭嘛有滴用心啦。完了好啦，我就接受伊的求情啦。
啊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逐天放你三个月假，安尼好不好？我你能照顾家庭。逐天放我三个月假，这个套组感觉怪怪的。哎，这总经理，你在算的日子是你家里是？一天有90天，是不是？拢是你啦，一直讲公益害我，拢害我头壳袂认得。拢是你，是迄度呢？是张惠妹妹，拢是你呀、啊，拢是你啦，害我真茫茫的。卡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每个月帮你三天的假。哦，每个月。我你会当照顾家庭啦。好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公司的代志怎来做会好？对啦，安尼人嘛替你设想，嗯，啊来特助，啊不是啦，经理你过来一下，我看你安尼吼，总经理，哦总经理，你安尼吼日理万机，逐工伊真忝吼，安尼吼为着公司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每天到流血流汗，都没有人为你的身体着想，我跟你讲，那安尼我也袂过安啦吼。不如咱就两家合一家，我逐天会甲你捞烧水，我搁会甲你骂三次。你看安尼，咱两个结成连理，你唔知意下如何哈？哎，歹势呢，我也无甲50岁以上的人交往过。是上50岁啊？总是上50岁啊？总经理，我讲你交到这作战，这我啊，这个我某因大姐，我想了解的。你嘛交往过就对。没，无我无啦，我唔敢交往啦，我交往说我某做事，这个未歹啊，这交往无一个月。安尼吼，无一个月，啊无一个月就切啊。啊，我惊着我想无一个月就做机啊。我甲你讲，你未歹，你无来你会使甲杀脱脱。行啦，试看嘛，行啦。陈经理，来去啦。来拿救一个啦。卖叫啦！不要生气。三号人吼，小讲唔得的啦。每晚上放我先去洗澡。啊，我顺便出来吹头咯，吹油。那都不是重点啦。啊，无什么话。晚上。晚上。你要换制服吗？在这国也叫脱落。